好，臭头即嘛，我即只学哦，改甲久啊哦，都干一项也无改，就是后边这骨相。来，你也看这安尼红红，看起来够做邋遢嘞。我咧看开始咧买一组好啊。没啦，靠厂商有寄来无啦？这问题都要无厂商发现，我这个鸟金频道啊，啊算了算了算了，啊想要买个还佫饲母仔，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哦，哎呦。这他的这是什么烧？来来拍一下，给给哦，我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哦，来，不公开资讯，台中沙鹿区，好，不公开我就不爱讲啊哦。进站德屋岸段锻造完工，啊，就叫你知啊。这个哦，这足早寄来，我忘记了啦，忘记哪个时候啊。来来看一下，屏东县潮州镇 MARS 工坊，哎呦。机车零件有好康的哦，给你压坐，我咧看咧。来，对对对，来，我们来一起来开箱，看这个厂商寄了什么烧来。废话不多说，一起开箱去喽。来，一样，我是去金桶里的那个开箱宝刀，来开了耶。吼、哦，所以白同学正拿着祈祷什么烧，他都会实现。所以白同学希望我会当安尼身体因恢复健康。进广告啊！哇，恁遐去挂着个贴纸，哇，心足疼的。哇，去搞个贴纸哦，这贴纸做啊水哦 ，MARS 叫做 MARS 的款，应该是啦，我咧有啦。这个我先把它放到旁边去。来，哎呦，真正酷爽啦！啊，我赢。白同学赢啦！我赢，我赢。这吹名作我赢来，咱先来帮咱这个干爹自务性行销者。来，屏东县潮州镇阜阳北街41号 ，MARS 工坊，我赖 ID 用掉了，袂歹。有需要改这个悬吊的，可以去找他。伊刚刚拢咧卖改装片的款啦，嘿啊，哦，背面货。经销商什么保护卡？哎、欸，够加报告呢！来，掌声鼓励鼓励。呵，伊这过来足久啊，因为就是白龙雪最近哦，就比较忙，身体又欠安了哦，所以就是慢慢排那个那个啥行程内容啊。这是迄落啦，这个好像不是机油。哎呦，有什么啊？个加贵兮兮来呢，对不对？来看一下，哎呦，一代内管组啊，我知呀，这个是那个内管里面的专用那个液压油啦，吼、哦，各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好了，我这要煮水了，吼、哦，来来打开，因为我镜头在我的前面哦，我很难拍啦，啊，但是我想讲，改翕我会较顺，好。欸，我讲真的，我以前在灌那个地油的前管呢、啊，前差我无一届成功的，你不知道？因为迄当阵就是用迄乌油类尔，算失败啊。啊，唔知讲迄什么液压油嘛，唔知道。哎、啊，它这个瓶啊，吼，前面它这个好像伊甲我讲，伊就有加钉的啦，哎呀、啊。但是这个有没有分上下？基本上我是觉得应该是没差啦。哦，上一下，那咱俩同学可以给他指导者内管。欸，我第一次看过这种物件分解呢。然后那个一代的，他说，那个啥，你贴三角带落来，有一个所在无啊？安尼我讲应该是这个所在动的迄款。欸，奇怪，他内管是长成这个样子，欸，我唔捌看呢。他好像这边把它转开嘛，转开，啊，这会当抽出来呢。啊，歹，这我袂晓用，这我去人求救一下。白龙蛇真低路呢，这应该是会当转开吧？敢是？那转了久啦。哎呦，啊对啦，惊到！转进去啊，叫啊，这个哦，这样拿出来，啊，再来，这个，哦，这个我要稍微研究一下，这个、我较早完全毋捌倒过，啊，这管顶会当转呢，这嘛毋知会当转了，哎呀、啊，这个就是可用请进去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哎呦，那、啊、我可能爱转那个。把它干进去，诶、欸，这白龙雪完全袂晓呢。
结果过来想一下，这个会很后面再装的啦，因为最近的体力真的不行。哎呀，好，咱先给设嘞。哦，这个部分弄起来，感觉好像一定强的哦，一定成功。好，甲放嘞。来，这个客制化的避震器来了。伊这支吼，这座酷炫吼，有故事的哦。哦，进站，这偌济330mm，伊当怎个有法配色，有法选，你毋知？这诶，有这是要哪开？哦，从这边啊，这个镜头在挡在前面，非常难施工。哦，哦，这出名作哦。来，掌声鼓励鼓励！我来甲讲吼，你甲配金的，看较像个欧老师的色个。哦，我开始感觉足快乐个，你知？哎、欸，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高档哦。啊，这个这应该是咧调的主尼的款啊。啊，这个它可以调它那个金啊，迄个啥桶身的管道。一般来讲吼，你若讲以汽车来讲的话，它这个。压上去的时候，这个桶身它会变长嘛？啊，但是你也讲，因可能奥托巴伊行程走较无同喎。它一般来讲的话，这边应该理论上它转开，它还是可以变长的。哦，这个所在啦，哦，意外经验，这个应该可以转开了。但是伊这转后，那么慢也差异。转开了时，伊这个会当调关节啊。哎，因为你如果说这边你压这边上下的话，哦。哎，啊，这么还好，啊，那上下这个还好，这个跟汽车没差。汽车的话，一高低桶身可调，哦，伊就是另外桶身反桶身，较袂你上下移动的时候，这个磅数会跑掉。哦，精致度我那真高呢，袂歹哦。好，来，啊，伊这唔知分豆酱饼，应该还好，两边应该是都一样的。哎，这一只也顺便把它打开。哦，看我真兴奋呢，啊，足赞呢，来。我们来比对一下原厂尺寸，来，吼，你也想，这规矩也扛起看我爽哎，你看哦，从这边把它拴进去之后锁住，伊这唔有较长哇，唔知我看者，啊，有了，有可以可以有长一点点啦，系啊，吼，真赞呢，同学你讲怎么来倒，当然连讲了，因为。开箱的话，我把它规划成那个开箱的部分，然后那个黑的啥，伊头前的这内管有无？这个物件，我就想要来个研究一下。哎呦，那一根差点拴出去，伊这内管就是直接这样，黑的啥，穿的管顶，你知道？抓个穿的，它有这个盾呢。伊哦，伊这下靠螺丝啊，我看下。哎，佫真正有呢！哎，这个东西，我但我感觉这种物件，咱看咱真歹倒，你毋知？这边会看一下，这边安尼差不多啦，哎，好 ，OK 啦。这个找时间来上，后面那个比较简单安装，我会先排那个时间来拍摄。好，来，我们换来看这一个，那个啥？上面有这锻造完工，来，上面有这锻造完工，我们来看一下。一般锻造以我那个啥，网络以前爬的一些资讯哦，锻造它就是，比如说铝圈嘛，它就是一块阿鲁米，它把它加温，直接这样冲床冲落，叠起来的形状一体成型的这锻造了。啊，铸造的是用环刷来灌模啊，无，哎呀，简单讲锻造。刚才听了，刚才开始夹叫，感觉哎，夹一堆迄个啥报纸来呢？来看者，啊，这是刚才同学讲，伊刚才伊进前的备品的款啦，嘿啊，好来，锻造完工玫瑰金，高密度超轻量化，启动灵敏性啊啥，哦，你用起来保证会用诶，开开，叮叮，哎呦，你还夹全新的我呢？无可能吧？我咧叫卖阁开钱啊！哦，他还有送这些普利珠呢。哦，这个同学哦，伊就做低调，伊讲伊不爱公布伊名，足可惜的。好，不要紧，白同学感谢他。他这个
欸，这端灶的碗公我看到林刚来换一下喔，欸，感觉好像很好呢，欸，哇，我感觉现在改车真的很幸福，以前我们玩地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对啦，端灶真的是冲起来一体成型的，对啦，白龙是无砖料唔对啦，哎呀，我看下这普利珠是啥物鸟金白的，感觉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呢。这普利珠是，哎，这专心的呢。我，哦，这个同学怎么又去花钱呢，啊？因为我是刚刚讲这种物件，都那有迄个啥厂商要来植入性行销哦，大家与迄个啥雨水关系嘛，互相帮忙的是。同学为啊，这有倒过啦，安尼好加载，他不是另外花钱的啦。哎呀，因为你同学另外花钱来。感觉上白龙雪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哎呀，啊，好，来啊，这个有无？这是进前同学白同学赞助的，这个锻造的，它就是一体成型嘛。啊，伊这就是啥？一般梯啊有无？它就是把它夹起来，这是标准的那种弯弓，咱讲绳啊的款，唔是绳啊梯啊。哇，这真结真轻呢，有差哦，哎呀，啊，来，我们来称重看看好了，我去拿那个磅秤来。磅秤拿来了，来，我们把它过磅一下，把坑起里，哇，这个太轻了，没办法称啊，惊到。好了，大概就是简单的分享给同学，这个锻造的碗工跟一般的碗工，它是差在哪边？哦，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先讲的这一颗好像不是进站的，因为这进前同学站着，我嘛袂记什么车种啊。哇，你看大小差那么多哦，大概就这样简易的分享给同学。来啦，我们把那个干爹的贴纸把它先贴上去啦，啊，你跟他站呢，别当我认成文哦。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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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做个总结。同学，那白同学今天为你们拍摄的这个粉丝包裹开箱跟厂商包裹开箱这个影片，谢谢这同学会帮助节目外转折。非常感谢这个屏东哦 MARS 工坊这个老板哦赞助我这个前插内管跟后面的避震器，先跟他掌声鼓励鼓励哦。还有那个台中不想透露出名字那个同学赞助那个进站的锻造碗工哦，非常谢谢你。然后我再安排时间哦，慢慢拍摄把它分享给同学哦。大概啦，就是要赞助白龙雪的厂商跟同学们哦，欢迎你到我的 FB 私讯哦。啊，白龙雪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节目最后，记得按赞订阅白龙雪第二教室，拜拜。